霹雳的像。你们那一组总是表情最多的，月华娱乐。哇！老师看我们，老师看我们。看你是因为喜欢你。我感觉是我呢，因为张婷婷看着我。你们又猜出来是谁了吗？他俏皮可爱，小鬼啊！不翻一瓶高级烟酒。他俏皮可爱，却又高大威猛。对，又开始讲知识了。他来自，喜欢我们，他真的很喜欢我们，他真的很喜欢我们。我看你是因为喜欢你啊，我喜欢，真的是你们月华娱乐。哇！下面来公布第27名的练习生。今天有很多人戴眼镜哈。嗯。啊。樊总，你看我不戴眼镜了，大家都戴眼镜。是我掀起了眼镜的狂潮。首先，他获得了全民制作人投出的662933票。他今天。并没有戴眼镜。调皮、啊、太坏了。快被玩死了。他是也是一个 rap 担当。 rap 担当都是这俩都是 rap， 这俩都是 rap， 这俩都是 rap。 哎呀，玩死我。他是黑头发的啊，哦，还是黄头发的。